immigration in Chinese. 你是什么签证？什么签证？什么签证？我是工作签证。你带了多少现金？现金啊，现金5000块。看镜头。你有东西要申报吗？申报啊，申报，我有 hamburger 申报。哦，好了，谢谢。下一个。